您知道吗？车子在转弯时，前后轮的行进轨迹所产生的差距通常都叫轮差，而车身越长，轮差越大，内轮差的范围也跟着扩大。用路人不小心误入内轮差范围之内，就如同昆虫掉入蜘蛛网里，很难脱身。所以用路人对于转弯车辆应提高警觉，保持安全距离，驾驶人转弯时更应减速慢行，大型车轮差大，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